想发家致富的看过来了啊，玩游戏了啊，17个酒瓶子给我抱起来，我就给你10000块钱了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呀，这个大妈在那儿走什么？我得去看看去。玩游戏了啊，玩游戏嘞，玩游戏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的大妈嘞，你这一个中国头哈出这么些酒来啊？哎呀，什么嘞？我这是在这里摆摊玩游戏的。玩游戏？就你能哈这么些，谁能刷过你？哎呀，去去去，别动来了！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咋穿的这个什么？这是不伦不类的！来来来，一边玩去吧！你不能玩，你一边玩去啊！讨厌，大妈净说你那话。嗯。怎么了？少玩一句。了解一下吧。那行，坐下吧。来，我给你说说。我给你说一下哈。你说吧。来，你看见这个桌子上的这是酒瓶子了没有？这总共是17个，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只要能给我抱起来，全部哈，我就奖励你10000块钱，怎么样？事出蹊跷，必有诈呀！这有什么诈？这不都明溜的带着来了吗？拿出你的技能来，试一下。真奖10000块钱啊？哎呀，错不了。哎呀，这行啊，这婊子才不耍嘞！哎，你等一等。大妈跟你说明白了，在你玩之前，你必须拿出个钱来。拿钱？哎呀，那么你到哪玩游戏你不得交钱？你去抓个机器娃娃，你是不是还得先投币啊？有道理哈，不过我要给你钱了之后，你不会骗我吧？哎呀嘞，小伙子，你说你这个一做事犹犹豫豫的，你看着大妈，我上那个骗你的人吗？那好吧，我姑且相信你会。不过你这玩一次多少钱？你要多了我可付不起啊。哎呀，看你穿的这个样啊，大妈少要你2罐，给我100块钱就行了。100块钱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我穿这个样哪么了？我给你200，我今天非得给你200不行。哎呀，大方啊，小伙子。来，不是说好的2罐呢？我先试试，我先试试。好，你玩吧。我开始了。开始吧。不能骗我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没有关系，我再来。哎，再来，再给我打了怎么办？不是，它主要是太滑溜了。什么嘞？你自己能力不行，你就别找歪歪理由了。这你以为我这10000块钱是你们好挣的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个摆摊的大骗子呀！切，什么嘞？我虽然是个小摊位，但是我还是诚信第一的。去，一边玩去。小摊位大骗子！哎呀，那你不行，赶快走吧，别耽误我做买卖了啊！好，快走吧。好，你等着啊！我跟你说，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啊！玩游戏嘞！走过的、路过的，过来看一看了啊！玩游戏嘞！今天发工资了，2000块钱。一会儿跟丽丽啊吃饭去，吃火锅。哎呀，先不管了，再说遍。玩游戏嘞！哎呀，你说这年头，你说这骗，哎，不。你说这摆摊的游戏，这个钱也不好挣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反那边来了个小猫，
长得挺漂亮。哎呦，手里拿一沓钱，哎，这个行。哎，什么？什么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叫我？对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阿姨，你叫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聊个天儿，玩个小游戏。不是，阿姨，你这大中午头的，该吃什么才酒嘞？我不会喝酒啊，我也不能跟你喝呀。哎呀，你他妈来一个就说我喝酒，来一个就说我喝酒，我哪会喝酒啊？我跟你说，是玩个小游戏呢。玩游戏啊？哎呀，阿姨，我没空和你玩游戏啊。那个，我跟俺朋友说好了，等会儿一块儿出去玩，然后去吃饭。哎呀，小妹儿，你说你现在出去吃个饭，彩彩巴巴的好干什么？你还不如在大妈这来玩个小游戏，大妈还能涨了你10000块钱。你拿着这个钱，你去和他们又玩又吃了，你脸上多么风光啊？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哈、啊。对嘛？那这游戏怎么玩？啊，你听大妈给你回啊不不不解释解释，你听大妈给你解释解释哈。啊，好好好。你看见大妈这个桌上了吧？有14个酒瓶子。14个？哎。哦。只要你一下能给我抱起来，一个不掉哈，大妈就赠你1000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还有这好事儿？哎呀，真真的。啊、哦，就这么容易的事儿，你说你还在摆摊儿？那我开始了哈。哎，小妹妹，你一等。干什么的？你得玩这个游戏之前，你得交给我两个钱。不是，你叫我来玩这游戏，凭什么我还得给你钱？哎呀，你看哈，你说那平常人上游乐园，那去坐个过山车什么，那是不是也得先交钱？那么那上超市来去抓个娃娃机，那抓个娃娃，那是不是还得先投币？这不一样道理啊？不，那不得，那是我自愿去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抓娃娃，这是你。要求我来玩游戏的，没你的茬，我就先试试，成不成再说。那不失败了，我给你钱就是了。多少钱的嘛？100块钱一次也不多啊，你就先拿上吧。那我先试试吧。啊，好说好商量嘛。行，啊，你试试吧。就是嘛，超市还有试吃的嘞，是吧？我开始了啊。赔瓶子钱，那赔就赔呀，一个瓶子也不值个块八毛的。嘿，我跟你说哈，小妹妹，我这个瓶子可不值块八毛的哈。那我先点点，你给我打了几个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哎呀嘞，你这一次就给我打四个？打了都打了，那赔给你就是了，那么。那行，哎，这号的规矩哈，我也不多收你的钱。你一个就给我找到5万就行了。什么？多少钱？5万？这4个酒瓶子就是2000。你是不是算准了我刚发了2000块钱工资啊？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要是你们会算，我还用在这里摆摊玩游戏啊？我早去给他们算命去了。你快别啰嗦了，赶快拿钱吧。不是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，在这摆摊。我提前我都和你说好了，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再说了，你玩游戏的钱你还没给我嘞！快，统统快掏钱吧！你就是个大忽悠，这钱我才不掏。我跟你说什么？今天上午哈，一个小伙上我这儿来玩游戏，他也给我打了个酒瓶子，人家就痛痛快快的掏5万块钱，哪和你这么啰嗦呀？你废话少说，赶快的吧！行，给就给，谁还不是个痛快人了？看你那话说的，那给你，哎，过来，去，快点吧！你等着，我这就报警去我。
警？算还怕你报警？哼，2000块钱到手了，台湾我也不要了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